你好，欢迎收看《堂堂亲子游戏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韩国变形警车玻璃的四辆变形汽车的玩具，它们呢可以变成机器人哦。大家认识这四位人物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：绿色的是海莉，蓝色的是主角玻璃哦，粉色的是安巴，红色的是罗伊。好了，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海莉。海莉是生机，这是一架飞机，它的螺旋桨可以转动，看非常的灵活，转起来非常的快速。我们呢把海莉变成机器人哦，给海莉变形喽！啊哇，他的手藏在舱门的里面。打开舱门，把他的手呢抽出来。哇，他的手好长哦，他的脚也是可以伸缩的，轻轻的一拉，他的脚就变出来喽。看看。海莉直升机呢变成了机器人哦。海莉的变形很简单，接下来是玻璃，这就是玻璃变形警车大明星主角。看看车里玻璃是怎样变形的呢？哇，他的手藏在了车门里面，车门呢可以伸缩，轻轻的一拉，他的手臂就变长了哦。车门呢可以拉长，脚怎么变出来的呢？这就是玻璃的脚哦。啊，掉了，我们给装上玻璃的脚。是后面的两个汽车轮子，汽车轮子变成了玻璃的脚。好了，请玻璃站好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是安巴。安巴呢是一辆粉色的救护车，看看安巴是怎么变成机器人的呢？安巴的手藏在哪里了呢？是不是也和玻璃一样，和海莉一样，藏在车门里面呢？打开车门看一看吧。哦，安巴的手也藏在车门里面哦。好的，安巴的小手伸出来喽，车门呢也是可以伸缩的，可以拉长，也可以变短，可以伸缩的车门。安巴的小手变出来喽。另一边呢，小手也给变出来吧。好了，把小手伸出来，它的脚也和玻璃一样，后面的轮子可以变成安巴的脚。两脚的中间呢，有一个，里面有一个孔。这种孔呢插进去，它的两只脚就并拢了，这样站立起来更稳一些哦。还有后面的车厢怎么变形的呢？它的车厢很有意思哦，可以360度的转动，看到了吗？
放到什么位置呢？看看车厢的上面呢，有一个卡，这里呢有一个扣子，这样子把对准孔呢扣进去。看呢，玻璃的头上有一个 A 字，它后面的车厢呢有一个 A 字，这样在一个条水平线上，这个 A 字安巴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机器人。安巴请站好了，回到座位上。接下来是海莉，海莉是一辆红色的消防车。海莉的手在哪里呢？是不是也在车门里面呢？哦，看见了，她的手很明显就在身子下面。她后面的轮子也可以变成她的脚。和安巴一样，两腿的中间呢有一个扣，有一个孔，对准了插进去。好了，这样呢它的两只腿呢脚就变拢了，可以站得更稳了。它的头部后面呢有一个工具，这是用来消防车上面的工具。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这个黄色的东西可以动，也可以上下的动，也可以放上去，也可以放下来。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给放下来吧。好了，轮椅的变形也非常的简单哦。四个人物呢都变成了机器人哦。接下来我们再把四位机器人变回到原来的小汽车哦，还有原来的直升机哦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变回去的呢。这是海莉的手可以缩进去，盖上舱门，另一只手也可以缩进去，盖上车门，舱门腿呢给推进去，它的腿是可以伸缩的，一拉就出来了，一推呢就给推进去了，回到原来的直升机的形态。这是玻璃警车，玻璃警车它的手也可以放进去，小手呢可以折叠进去，把车门呢给推进去，都是可以伸缩的。先把小手给放进去，这样车门给推进去。腿呢变成了小汽车的轮子，把轮子放平了，按压按一下，退下。哦，还可以当成一辆小汽车玩哦，还可以当做机器人玩哦。看看它会跑呢。哦，哇，跑得很快哦，很好玩哦。不知道安巴变成小汽车会不会跑呢？先把它变成小汽车哦。手呢可以缩进去，车门给推进去，它的变形和玻璃也是一样的哦。车厢呢，这里也要变形。
车厢呢是这样子变的，车厢呢可以旋转，把车厢放到这个角度，把车厢放平了，放平呢里面有一个扣，一个卡子，这样子对准了扣给扣上，南巴的腿变成了小汽车的后面的轮子。哦，而且呢，安巴的它的脚呢可以伸出来，粉色的小脚。好了，把轮小汽车的轮子给装上去。哦，四个轮子也都可以动。看看安巴会跑吗？你好，安巴也会跑哦。哇，汤梅现在呢又变成了小汽车哦。看看海莉怎样变形的呢？她的手也可以缩进去，另一只手可以缩进去，很简单，把她的手放到下面，然后轮子呢，车门呢给缩进去，推进去，把车门给缩短了。哎，还是先把手打开。嗯，它的腿呢可以转动，看到了吗？可以360度的转动。转到什么程度呢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把后面的这个工具呢给提上来，放平了。这个腿呢，在这个位置给放平了。把手呢放进去，藏在原来的车下面的位置。车门给推进去，好了，罗伊呢现在又变成了一辆消防车哦。那他们又都变成了一辆小汽车哦，变回了原形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频道当中来收看更多的视频哦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。